台北是一个开放、包容、多元的城市。这样子的奇迹，这样子的生命力，他们每一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故事。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实践，他们每一个人的想象力，他们每一个人对未来的想望，就交织了这座城市的共同的未来。有着自己的梦想，有着自己的主张，有我们的态度，有我们的坚持，它很可能定义下一个十年甚至于三十年的台北。连接所有台北市不同的专业、不同的热情、我们的创造力，我觉得台北可以再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故事，透过不一样的政治跟行动来改变这件事情，让大家重新的相信台北，相信自己。